在东山二丁溪拄到遥遥相望李清祥先生，伊讲即马村里拄好有块项金蕉竿，我会使过参观一下。即马等下，互大山诶吐起来，即吐吐起来，啊顶个细细，搭个内行，爱戴水，啊起较水啊。哦。哦我咧做搞工诶呢，哎，像安尼即马好打伤诶，啊，做吐个啊，顶洗洗，即块皮啊，搁洗洗，啊，搁放落，放落，搁放落，搁继续烘，系啊，安尼啊，哦，唔是种几片，我这是种伫咧山片遐种条遐种瓜安尼，种几丛啊，系啊，啊，系啊，啊，我咧负责烘，阿姨转来，丛搁装二十几包，哦，系，啊，人拢对伊咧问啦，这是臭豆，哦，所以我哪爱看，系爱看，看你这有打伤，就爱好搁变。李妈妈请我试吃一片金蕉干，结果一片，又一片，又一片，真正好吃。